大家好，我是汉堡爸爸。我是汉堡姐姐。我是汉堡小可爱。今天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甜蜜蜜，好运旺旺来，两张一起挂。对，甜蜜蜜是姐姐选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她是选那个尾号22号，我还记得。凤梨这个是弟弟选的。我们先刮什么？刮这个。好，我先刮那个。我来刮，好，你来刮，来。我记得好像宝宝说要斜斜的，然后开始。怎么那么丑？重啊！有，这是 QR code 吧？哦，QR code 的下面，它这个好像要数字几个，然后又变正了，然后这样子斜斜的，我还好，我很累了。毛中了是不是？是不是中了？加油！没有。请小编解释一下，我们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你要刮出三个相同金额，就可以获得该奖金。中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看不到你。我的老天！爱心的地方，存在爱心那边给你刮。爱心刮出来，只要有金额就是有钱钱的。我来刮，他刮不出来。你让他刮。你看他的表情，他挂不住了。啊，你要把它切断，然后开始对，斜斜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教你，斜斜的，手不要来，不要弄。我教你，斜斜的，这样子有没有像指甲这样子，把它戳下去。我到了，到了。好，恭喜你，没中，你吗？所以这个真的不太好中哎。我来解说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先甜蜜蜜上面有金额就有钱，好，这边是零，然后这边是200 ，OK， 这张也是，谢谢光临，没中，对，送给你，谢谢。换弟弟，弟弟，换你的 online。哦，对，直接这样刮，对他这样拍才拍得到，开始。对啊，有力，直接把女生6。旺旺来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玩，我可能要看他上面一下。什么？什么蛙哥啊？会有。什么蛙哥？I love you， 施主啊，我给你建议，千万不要让小朋友玩刮刮乐，这样子会让小朋友心魔。恭喜你中奖！中奖？800，一个小3000，这是1000吗？真的，来，小编开奖。他说，如果你的中了任一个号码对中他上面的幸运号码，就可以得到应对的奖金。我们的幸运号码跟4、4跟6，下面是12789。我摔，我们这次买了，摔都没中。对，所以还要去家乐福买吗？应该是说还要刮吗？为什么还要刮？不是啊，我们现在不是刮，我们要的是流量。我没喊你来看我刮，我都已经清清楚楚讲给你听了，你还不来看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你的小铃铛。记得啊，明天最后一天啦、啊，要好好休息。开启你的小屁股。礼拜三啊，要好好上班，有没有听到？拜拜。拜拜。外婆。拜拜。外婆。拜拜。外婆。结果是外婆，意思晚安，好卡，来。